你知道，就是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最近他们都在说那个有个叫李佳琦的那个小男孩，你知道吗？就带货卖口红，火到爆啊！就是说，呃，就是，所以为什么呃广告的形式在改变？现在比如说像赞助这个，呃，一个就是那种硬广告啊，呃，都在解构。要叫我看<是>现在的这个广告，你比如说有有人说说，比如说口红，我过去找个大明星。 这花多少钱让他做个广告？可我现在同样的这个钱，甚至远远不够的这么多钱，我一下分发给这么多美妆博主，他是实实在在,在的一下就给你卖一万多，一下卖卖就是。而且我想，为什么他们都要买呢？后来我看了看啊，就是这小哥他这套啊。 我很早年之前在台湾电视上经常见这种语气，嗯、就说啊，My God，是吗？嗯、什么小助理披头散发要抢到最后五十份，嗯、哇，这么便宜啊？什么什么还还还有个叫什么蓝啊，王子才能配得上的这个这个这个颜色，哎，它有很多语词哦，因为词语能在你脑脑电波产生一种一种东西的，哎，这都<的>这都形成一种要,要不说是一种雅文化吗 网上你看，前一阵儿都传出来一个一个小孩儿就模仿这一套，你给你可以你可以看看这个。如果李佳琦去卖文具，Everybody，这支尺子真正的国货之光，全球每天卖出一千六百万只，手感非常顺 Oh my god，太顺滑了吧！我的天哪！而且搭配这样一支橡皮的话，质量。 色号给你们放在一起看一下，一个也是绿，一个是雪白，真的是绝配，真是好看到爆！而且同等价位里最适合小学生。我我买过的另另一个就是唇膏是，呃，其实它比如它有四十个颜色，每一个颜色它用了一个男明星的名字。<noise> 嗯 就说，如果你得不到那个男明星，你至少可以用他的名字每天去 kiss 你。<laughs> <laughs> 嗯、我不告诉你我买了哪一支。我的天，这真的有这样？我有，我有一天问我们那个化呃化妆师，我说那为什么就这样就卖的特别好啊？他说啊，他说你看，就是关键是这个口红啊，口红一般也不贵。 对，而且口红呢，你能买多失败呢？对，所以才他说倒不也不是说买的人是被他怎么忽悠，嗯、就是你看他说成这样哇，这这这这就是两百块钱啊，那我买，反正我也要买口红。他说而且呢，口红不像别的没有技术难度，<是>它不像别的化妆、啊、对吧？对口红任何人只要自己一擦，哎，马上对你整个面色改善非常大。 你是做广告的？哎,哎，我又植入了。做。<laughs> 据说经济不好，<laughs> 口红就卖得少了。是没错，<laughs> 我要当窦家琪，行吗<吧>？我要当窦家琪，<对>比主持节目挣钱多了、嗯、啊！所以你知道，我有一次在杭州做活动啊，参加一个事情，嗯、然后那天呢，在同样的一个活动场地，那是一个杭州的呃国展馆，呃呃呃呃，他、呃、的 Convention Center 会展中心，然后旁边呢，他们举办一个非常盛大活动，比我去的那个活动要、啊、盛大太多了。 一进门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进那个我们坐那个车子一进去，就看到旁边一群的女孩子站在门外。然后我一看，我就说：“哎呦你看这些是网红。”然后跟我一起的说：“哎，你怎么知道是网红？这不就一看就知道这是网红脸吗？这一群都是网红嘛。”然后呢，跟着呢再走进去就看到这巨大的海报。那个海报呢，啊，就是几个网红站在占据海报中央，然后每个人都这么叉着腰。 然后呢，跟着下面呢写一个字眼，那个字眼那那句话我觉得太印象太深了，请看我的小蛮腰。<laughs> 然后呢，<laughs> 跟着来再再下面一句话，这是我们的时代。<laughs> 然后呢，我就惊呆了，说好,好吧，这就是你们的时代。<laughs> 然后上去就全都这样的，呃，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呢是什么活动。然后那个会呢，就是把他们全国的这些带货网红召集起来办大会，然后呢是个。 呃誓师大会是个振作人心、奋发人心、鼓励士气的大会，把他们头五十名就是卖东西最强悍的召上来，这是他们的时代，他们来讲他们的经验，就<嘿>、哦、很惊人啊，就一个这样的网红，一年带货带到几亿的。哦。 就带到几亿的，都是这种级别的，所以你说干嘛要给钱赞助什么广告什么呢？就直接给他们不就得了？你说这真是，就是说呃，前两天也是有个经纪人带网红的，跟我讲他都蔚为奇观。你知道，就是那种我我说这个网红不是带货的，就是网上做直播，网上做不是有这种网红那个直播平台有打赏的嘛？嗯，然后呢？ 他跟我讲，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了解这个行业啊。他说，实际上那些打赏的钱，并不是全给网红，这个平台方，平台方要控制这些，也不叫控制了，<对>平台方要服务这些个打赏的人。比如说每年，他说，这先生每年办一个活动。他说，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他说，你能想到吗？就一年打赏上千万。 就是看着那个网红直播打赏上千万，然后呢，这个平台啊，叫组织这些个打赏上千万的人来搞活动，给他们最尊贵的待遇。整个会场，一个大圆桌，就他们坐在中间，那个服务就头等舱机票、五星级酒店。好，他说那个平台还还还还还还还炒了个人，就是这么一小助理吧，有一个打赏的这个富家公子吧，大概是，呃呃，早来了一天。 你说这种金主早来了一天，你肯定就给人开房嘛。嗯嗯、结果这个就教条了，嗯、说哎呀，你早来了一天，我们这儿这个房间都没怎么着。那那人那,那少爷一生气走了。结果这家伙他这个上司一听，嗯、<laughs> 你把他放走了，他上司亲自坐飞机到人家那个人那儿赔礼道歉，嗯、然后哎，请你一定要来我们这儿。 什么什么头等舱啊，什么什么六星级酒店是这是澳门赌场接待这个花钱最多的那种贵宾赌客的招。对、嗯我，我觉得很真是。家辉，我觉得你愿意吗？就是，哎，你哪怕再有钱、啊，就一个一千万，当然他可能不不不是打给同一个的啊，就也许他一年下来花在这上的钱几千万。嗯、那我真的觉得这没什么坏事的，各取所需嘛，哈。 你喜欢看什么？要不要打响你的性格、你的能力？哈，我反而是看到里面正面的东西，非常 target、非常针对性的目标性的提供那个服务。像以前的广告方法，比方说找一个好像明星偶像，然后他扩散出去，他卖东西。哈，他跟你不一定是点对点的。 他不一定很多方面，特别在主要方面啊，不一定跟你是有同样的需要的、同样的心理的。可是现在有了这网络平台，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会被看见。我们看看、那个，这算叫 P to P 吗？对，我不晓得。点对点吗？你你你看那个小孩李佳琦的，嗯，我就想很对啊。假如你卖一些小孩的用品，不管是文具还是食品。 我当然我是小孩，我当然就是相信小孩啊、嗯嗯、啊，同样的需要，同样的角度，所以呢，我觉得说，假如你刚说什么网红大会这个那个，而且还坐飞机去追回这个顾客，我觉得这样才好了，应该把这种精神呢、啊、点对点，网红卖口红的对卖口红，因为我也是使用口红的人。 上香港有一个不是卖车卖呃汽油的广告哈，我就蛮心想拉一句 slogan 的，他讲了一堆啊，对于车的什么加什么油什么好哈、啊，然后呢最后一句说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也开车，OK，对我开车的人嘛，你也开车，所以我懂哈、啊。那所以我说我看到这种服务态度啊，假如能够把它扩散出来，用在餐饮业啊。 用在各种的特别服务行业也好，商品行业也好，这个社会文明才会进步，而不是老子开个店或者说卖个货，你院子上吊来就来不来不来，啊、呃，我觉得用这种那个网红产业这种服务态度才是对的。不过我我倒觉得像这些网红啊，他们我们不要不要轻易羡慕，就觉得哎呀，动不动就赚那么多，那么受欢迎，号召力那么大，呃，他们的。 生癌寿命其实是相对是短的，对,对,对更新非常快，这、嗯、就是为什么这些网红他必须要非常短的时间内累积到大量的粉丝，因为这个东西这些粉丝变心太快了，真的粉丝变心真的是，的是 <laughs> 去年还给我一千万，<laughs> 今年只给一千，<laughs> 对，真的是会这样，所以网红的淘汰率非常高，包括带货网红也一直都是个迷思啊。其实这个东西不只是国内，比如说国外也有啊，YouTube 上面有很多 YouTuber，他们那个。 替换率非常高，他们如果真的要卖东西或什么的话，你会发现，比如说有一阵子我记得很多人讲，呃，举个例子，时装最明显了，呃，每年不是有很多时装周吗？比如说巴黎、米兰什么伦敦的，那时装周在曾经是要请一些有价值、有地位的大的媒体的老总去看嘛，比如说什么时尚杂志啊、VOGUE 啊这些，不是这些女魔头嘛，穿 Prada 的恶魔。 然后就去了，然后众星拱月的拱着他来看这个时装，就等着他回去，嗯，写几句好话。那后来呢？大家发现，我干脆直接找这些，呃，KOL，这些网红，请他们来，他们那个力量更大。但是你会发现，后来出现一个规律，就年年去的人都不一样，这批人，而那些女魔头呢，就这么多年都还在这。而且你说这个啊，我有一个，我我想请你们评一评啊，就是说是我觉得是我不好吧。 就是比如说这些带货的，呃，包括就像说李佳琦的这种 “my god” 这种语气啊，呃，我最后发现呢，是因为我呀，人生观灰暗。哦，没别别，有，我绝对就是这样卖东西的，我是绝对不会跟他买的。但是我必须说，这一定是我的一个偏见。我这个偏见导源于什么呢？就是那个。 我我个这个这个狂喊乱叫的高喉咙大嗓门的，呃，在一个购物平台上这样的，当然我肯定是错的，但是就这种偏见妨碍我，你反而你好好跟我好好说话，你反而这种这个就是表演这么夸张的哈，这反而让我呀生出了这个偏见，就是我绝对不会在这儿买东西。 这就必有一款适合你吗？他不是你那一款，肯定还有人是适适合你，能给你植入好多，能给你推销的。没错，你那个买衣服的店员我认识没，每次<是>跟我说完，嗯、我也买一堆没想要的东西，嗯、肯定有的。而且嗯，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看，呃，他的卖的东西的价位跟他针对的对象。你刚才这么讲，可见你的生活特别高级。没没没没,没有，真的？<没>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会这么喊的，他就是卖个橡皮擦，卖个尺。 <你>真不是，不不不，我跟你说，你把这带货的想低了。我知道，现在他还带世界名牌啊，我知道，是,是很多大品牌的口红、<是>化妆品。对<是>，对，这个<是>有的非常贵但。但是呢，他绝通常很少见到他们卖几十万的表。 用很夸张的方法来卖，你不能因为你的表代言就聊这些又植入、又植入、代表代表代表。来，然后呢？你看我就看你想 A P P 就从来不植入，是讲品格的品牌。我没东西给你植入，你都说给你植入半天了，你还想怎么样？我一讲名字解姐妹，我没得植入。你最近是不是拍纪录片了？在这儿跟你们移植器官啊？我说回来，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像这种，因为还有另一种反向广告的操作。 反向广告是什么呢？就你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是李佳琦似的非常夸张的这样的带货，但是也有一种广告啊，他那个广告是不想让人看到的广告，或者拒绝客人的广告，它针对的是另一种课程。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国内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那种美食博客、旅游博客，常常讲去哪吃、去哪喝，然后大家说哎呦，东京，什么什么什么名店。 说一年都排不上队，这个定位多少多少，然后现在这个已经不行了。现在呢，大家要标榜的要去什么呢？就我去了一家店，这家店啊，别说一年订不上位，你根本不可能定位，因为人家只招待熟客，你不是熟客带去的，你进不去。然后呢，跟着说那家店多好多好。那后,后来呢，这种东西多了之后，我发现呢，日本啊，尤其流行。日本现在呢，以前这种餐馆呢、啊，这我们刚才说的神话级餐厅。 通常是开了几十年的，啊、呃，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被越捧越高。现在不是这么搞了，现在是一来开一家餐厅，第一天开始就不接受定位。你说一第一天不接受定位，那你客人哪来呢？他会这样子，他开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很设计的很好，把他的菜啊什么的讲的天花乱坠的，然后下面人说,说。 对不起，我们不接受定位，嗯、<哼>我们不公开地址，嗯、<哼>我们没有电话。嗯、<哼>然后大家在想这这店怎么去啊？就越想办法。那后,后来听到一些有办法的人说：“哎呀，尤其难定。然后他就爆满，这叫反向操作。嗯、<哼>我知道了，要给你卖东西，给，这是对对对这种的是给你特别简单，卖给他就是说：“我们这个外面看不见商标。” <laughs> 看不见 logo，不是,不是就是就是说啊，我觉得我肯定是错的啊，我肯定是错的。但是呢，就因为呢，这也像个本能，就是所有这个高喉咙、大嗓门的、大喊大叫的，我我就本能的我就觉得不可信，你知道吗？就是这这不管，包括我看电视节目，其实很多电视节目非常好看的，广大都都特爱看。就是我个人有这么一个，你只能说怪癖啊，我就觉得有理不在声高，哎，就是就人一喊。 我马上我就觉得就，就这这这这这就不可信，就怀疑。可是呢，像我这样的人，最近也慢慢悟到了一个道理，<laughs> 我准备改变我自己。嗯、哦，你知道吗？我就说这个感性的感性的力量啊，你不可忽视。当然，包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当中，你们记不记不得前一阵儿这个呃西安那个奔驰女车主？对。 坐在那车车门上那个那个视频，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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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当然它火起来有互联网时代的很多原因啊，但是至少原因之一是人家爆了，<可>对吗？就是哎，这样的一种行为艺术，这样的一种一种方式，它天然的符合互联网的网性，就人们人们会点击。哎，多少次消费者维权，你注意到没有？我不是说人家是这个动机，主观动机，但是我们看客观结果。 看客观结果就是就是、就是、就是闹闹得凶，闹得动静大，闹得媒体都关注了，嗯，是不是这个问题呃似乎就解决起来就就快一些？对，他而且得坐在那个车盖上，而且他本身你看有个标签一直叫女研究员嘛，就是你想象的女研、嗯、呃女研究生吧，就说应该是一个什么斯文的形象，嗯、现在好人家给你坐在车盖上，一定是被逼急了还要哭嘛这样。<laughs> 无路可退了。你看，我经常跟我女儿说：“我说不要哭，哭没有用。我”我但是我觉得她长大以后一定会发现我这句话是错的。你绝对错了？就是、嗯嗯、你绝对错了？哎呦，还有有你的女儿给我教育得了。我跟你说，这 <laughs> 要发挥优势。<laughs> 那我自己的一个亲身体验，我在香港，我有一次，我就我在家里装了一只空调，刚装完没有冷气，那明显是他装的就是错了，因为他检查过里面就是机器没有问题，但是装的时候哪就是他哪接错了。 好，我就去找那个店，因为他你知道，在香港你装冷气那个人他不是专业的，有个公司他们会找的嘛，什么搭棚那些人。<对>好，那我去找卖给我空调的这个人。嗯。然后他不理我，不理我，我去那个消协啊，就香港也有消协啊。消协还给他发了一封信，但是你知道问题就在这里，消协一般是没有牙齿的，他没有办法帮你。消费。消费者权益委员委员委会、啊、对对对，他消协是没有法律能力的，就是他给他发信，他也可以不理的，他还不理。 哎呦，我就急了，我就去他店里。我那时候还大还我还大肚子，我想我是个孕妇，总能争取点同情吧。哎,哎,哎，这优势。我就去了店里了。嗯、问题就在于我脸皮薄嘛，我没有不敢哭嘛，不敢闹嘛。我就跟人家老板，你,你不敢哭不敢闹也没关系，往地上一坐。对，这大肚子。可是这可是这也是在香港，我就觉得我还人家出来也是个有脸面。不是，我还是做不出来。<laughs> 我真的要跟他讲。嗯 哎，你关我死呀！人家就不理我，然后我还去人家店里，别人在买他东西嘛，我还跟人家说，哎，不要买他东西。人家看看我也不理我。我回家想了好久，都想不出办法，很苦嘛。最后只好真的找律师，发三次律、啊、律师函，就发给他。哦、最后终于是给我认错了，给我重装了。等律师再发给我他的费用，我的律师费可以再买三只空调。但是我就。嗯嗯 我没办法拉开面子，就是能够哭出来，能够泼出来，我的代价就很高。哎，好，我就接着你，咱们就说香港，我也有一回，我对当然咱们应该提倡像义军这样啊，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尽量理性，不要搞那些哈。但是呢，我好想不理性。我亲身经历的香港这么一件事，我买了个那个韩国的那么一个大电视，好买回来呢，没一个月，哎。 哎，黑了，就是永远也打不开。<laughs> 好，呃、哎，就是说让人来修，呃、哎，修这香港都挺有程序。一修说你这个修不好，那我们给你换一部。好，换那什么时候换呢？下个礼拜一，给你打电话。哎，结果呢没打电话，没打电话，我打电话过去吧。我打电话过去就说，哎，呃，我们是要换，我们要给你那换就得换一模一样的。嗯。但是呢，现在呢没有货，货香港没有货。 我们要等那个轮船呐、啊，从韩国再再运来。嗯、我说那多长时间呢？他说大概一两个星期吧。一两个星期之后给你电话。好，一两个星期之后没有给我电话，我又打电话。然后那个轮船，轮船海上要走很久啊啊！我以为他说遇到事故了。你、啊、<laughs> 再等一两个星期吧。好，又一两个星期。你知道最后整整拖了我两个月。 香港的他这个机构啊，这个韩韩国电视的这机构拖了我俩月，然后呢，到最后我再打电话，说法就变了，说，哎呀，这款他们不生产了，嗯，他那你说那怎那那那那那那,那怎么办、啊？说这样，再等一段时间，等他们新生产出来了，韩国生产出来了，我们再给你。我说那大概多长时间？给我许诺，你知道最后我就彻底的翻了。 彻底的发了，最后我享受到了人呐、啊、崩溃的快感。哎，闻到广州话，小弟我的广州话，你知道当时我觉得那个人呐、啊，<laughs> 就是跟表演真听真看真感觉以后啊，你那个雄变滔滔，<laughs> 我相信我把这个香港的这个客服说的都落泪，<laughs> 说的都。 说的都崩溃，哦、<呦>哎，哦、<呦>我就真只体会到，因为不是主要是那几。下次维权找你去。主要是今那几天有个生意也没谈成，就我心情我不好，你知道吗？我就发现，哎，人当人的情绪是真实的时候，你知道他那个力量啊！我就说啊，<laughs> 你知不知一个家庭两个月没电视台，还咩感觉啊？如果你要不，咱们给大家翻译一下，你知不知道一个家庭两个月没有电视台，没有电视看？ 是什么感觉啊？这个家庭要分崩离析了。我话先生，如果系你，<我>好像我这样，诶、哎，一个星期打电话，话我叫我等两个星期，一个星期打,打电话叫我等两个星期，哇！依家已经两个月了我有睇电视的权利啊！<laughs> 我我系个人类噶，我有,没有人，我系，就我是个人啊，我有看电视的权利。我说又系咧，咁大部电视日日喺我客厅，日日喺我面前。 雷文没有赶不过，<laughs> 我就说，尤其是这么大个电视，<laughs> 天天在我面前，我天天都打不开，对吧？你知不知你同那北俾我家庭生活造成几大影响啊？哇！那我说完之后，喜剧之王，我我我我我，我这个真的是要拍下来。<laughs> 那边那小哥们，那那边小哥们半天，我估计香港人没见过这个啊。我们这这家伙，咱这雄风，对吧？然后呢？一分钟。 都没说出话来 <laughs> <后>，睡了，然后就睡着。这先生，先生，我我我全部明白，明白你咩思了。我完全理解你个处境，就我完全理解。他说的很真诚，我觉得。他说我完全理解你的处境。怎么样？你某某放电话，你不要放电话，你等我，稍稍等。我问我上司，上司过来了之后跟我说，哎，我们是这样，这个电视。 还不是我们最好的型号。现在我们已经有比这个更新一代的、更高的这个型号，同样尺寸，但是呢价价钱比这个还贵，对吧？前面我们决定给你换，哎，免费吗？就那个没有了嘛，那个确实是那个没有了，免费啊，当然免费啊。就我们给你换这个更好的。我说雷某桶啊吹泡泡了，就你你不要给我吹气泡。雷瓦给洗，听日，明天。 哈哈我明天成功，听日晏昼十二点，明天中午十二点，哗 <laughs> 哗哗哗哗哗来了！哎，你说这个这个激情，激情的力量，是<不>是谁能挡？你知道吗？我要是当时能够坐第三排说一通这个，<laughs> 所以，我绝对网红了。所以为什么我就看到有时候我们看新闻，比如说就在机场的那种霸占这个登机的廊桥，不肯下来的种种的闹啊，就我们就觉得很匪夷所思。 是因为真的很多时候闹，就是有就是有办法。不，我我我，我你那个不算闹啊。我我体会到，装的不行，哎、对装的你没有那个能量，那吧？你你得是真逼急了，真逼急了。当然，咱们从这个事儿也可以反思，嗯、闹到这样不堪，这样不体面，我自己也很惭愧，对吧？我也觉得是很不对的。对对那是你的运气，对不,对不应该这样，但不提倡这样。但是怎么样能够？ 大家都挺体面的，把这事儿解决。我觉得目前暂时很难闹，有时候是真有真有用，就是说你不闹的话，人家就是不理你。假如我们说有所有事情都很按规矩来，所有事情有程序的话，也许你闹的机会不多，因为你要看闹是什么东西啊。闹其实是一个非常规的一个动作，然后才能够得到一些你要的你的义务权益或者什么也好。 但这种非常规到什么程度？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呃，几年前我们公司一个同事去买机票，去订机票，然后后来呢，呃，去订机票，那时候还是不是那么互联网化，直接到旅行社，然后那个机票后来出问题，然后出问题之后呢，就要求那边退退款，然后那边不肯退。 因为整件事是那个旅行社职员的人为错误，然后我们那个同事就气势汹汹，当天在他那个人员现场闹了三小时，然后结果后来你知道这事儿要怎么解决吗？<laughs> 我觉得那员工太惨了，就那个经理出来就说啊，就这种事儿，那我们一定一定负责，我们一定负责。然后说那、呃、您这个呃这张票多少钱？别说一千多，一千多好，呃立刻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支付宝啊呃这些东西，他叫那个。 负责的员工，你把钱包掏出来，嗯、直接在他钱包、嗯、这个上司拿钱，<哇>全部钱数 <laughs> 还不够一千多，然后我这边先垫，你明天给我，嗯、这样子来解决啊。也就是说，这说明什么呢？就表示整个公司流程程序是完全没有这种准备，完全设计不完善，乃至于当有顾客投诉的时候。 这个前线人员是没有办法利用公司已有的体制来回应，所以他只能够坚决拒绝你要求退款这件事。然后等到这个上司，等到你闹了，闹得那么严重，影响闹大了，那么这个上司也出来了。上司觉得必须解决，但这个上司是同样没有已经有的准备制度来解决，他的办法就是你自己掏钱，拿 <laughs>